你试试看，你叫他用那眼睛看你，你看你打得下去打不下去。好，等等，我先给你瞅一下。洪宇，你什么意思吗？你这样太过分了吗？怎么样？这我真的打你，我跟你讲。打，我打了，我打，打，我给你，有种就打，我打了。打，求你打。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今晚6点，穿越康熙。